Taiwan Power 清水牌。现在还测试3200瓦发电机，接250A 电焊机，然后用2.6、2.0、1.6、1.0的焊条。先用2.6的。对，2.6。2.0的焊条。1.6焊条。电流是40，然后一次测电流差不多在12那边。
电流十二，电流差不多在五千欧那边。好，这里很好。气温在查 1.6 T 方嘛，这是 1.6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记得帮清水拍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